谢谢我们毛不易的演唱。我们要感谢为我们比赛辛苦付出的音乐总监谭颖哲老师和我们的 TYZ 乐队，声乐指导 Yoko 老师，舞蹈指导冰子老师和我们的 CC 老师，感谢我们老师们辛苦啦。再次有请我们的马伯骞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马伯骞，给你一点安慰好不好？恭喜马伯骞在本场直播当中率先获得了300万的人气，完成了第二轮爆灯任务，获得那场秀如日中天称号。在本场比赛结束时，人气排名第一的选手将获得终极爆灯。这一轮新推官和扎心老铁团会一个一个来进行点评，但是他们的点评不太会影响我们的本推结果，由我们的网友们完全来决定二位的命运。两个人当中，一个人直接晋级成功，另外一位直接终极 battle。 老薛啊，那个刚刚我都没怎么听到马伯骞唱歌，他太激动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毛不易，你这首歌虽然你唱了个英文，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哇，还是像那个80年代的那个乡村歌手一样，美国的唱起来，但是是好听的。好吧，那这轮的话我会选毛不易吧。啊，我没办法选吧。虽然我们选谁跟我们没关系，就只能说喜欢谁，对不对？好，那这个表现的话，我比较喜欢毛不易那个。哎，不易对不对？我看了这轮，我觉得心里很复杂这种情绪。然后你说马伯骞在唱一个歌的时候也进行了改编，可是毛不易偏偏这一轮唱了一个翻唱的歌曲。然后我不知道马伯骞是没有控制好情绪还是怎么样，这歌曲好像出了点问题。但是这歌曲里面衍生出了一种悲壮，这个悲壮被我感觉到了，我觉得还是触动到我了。但毛不易我没想到，哎，他唱了个 Imagine 唱的又这么好听，我陷入了很纠结。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顶毛不易，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吧，我对一个可能会成为一个游吟诗人或者是一个民谣歌手，我对他的那种情感应该是不由分说，收到，没有理由。大秘密，秘密。哎，我们在进行激烈。I know that, yeah。对对对，因为其实马伯骞的彩排的视频我有看，他其实后面本来应该是有唱的，对不对？彩排的时候是有唱的，但今天可能是他自己的个人的处理的状况。那我觉得毛毛今天整场给我们都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上一场是情歌对唱《甜甜的小粉红》，然后刚刚又是80年代的那个乡村民谣，对，乡村民谣。然后恰恰我非常喜欢80年代的乡村民谣，虽然我们这一场的没有任何的决定权，但是我更喜欢毛不易。谢谢。如今我就一句话，我一如既往的喜欢毛不易。花花，其实乡村民谣也许换个那种大墨镜会更像，有点胡子啊什么的，好酷哦。然后马伯骞这个可能是这个歌词的原因让你有点点触动到你的内心，因为我看这个词是写给你的爸爸妈妈的，可能每一个人的软肋当碰到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都会形成自己的一个软肋，对，很容易触动。然后我觉得两位今天表演都很好。对，你更喜欢？我选不出了。都喜欢对不对？都喜欢也是这种态度，反正我也没有权利投票。对，小香啊，我听到好像大家都在支持毛不易，那我帮马伯骞说两句话吧。我是觉得从刚才马伯骞的表演当中，因为我看到他流泪了，然后断断续续的在唱这个歌，其实从他的这个表现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是因为他的有勇无谋我看到了他的真情流露。我觉得有勇无谋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是一种特别难得的品质，然后我通过你刚才的表现我特别懂什么是真哭什么是假哭，我相信你的眼泪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我想对马伯骞说的是，我真的很不喜欢你的音乐，但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人。谢谢。我宣布实时人气321数据截取。在我身旁的两位毛不易、马伯骞，一位直接晋级成功，另外一位人气较低的直接进入终极 battle。 首先来看看毛不易的人气，我觉得
换一换。百千万十万百万384万2293，掌声。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马伯骞的人气，请看。347万4239。我们经过刚刚的人气比较，恭喜我们的毛不易晋级成功。而我们的马伯骞将进入终极 battle， 恭喜毛毛，请进入你的偶像厂牌空间。我们一起给我们的马伯骞加加油好不好？马伯骞加油。